视频啦 ！Stop playing your phone。哎，玩手机，英文可不是 play your phone 哦。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I'm Blair. 这里依旧是给你带来有趣又实用英文知识的早安英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哦。Okay, now let's get started with today's video. So I've asked this question in my class before. 之前我在课堂上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啊。Can you name one thing that you cannot lose in your daily life? 你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啊。And 90% of my students told me that the answer is phone. 就90%的学生跟我说他们的答案是手机。确实啊，在现代社会呢，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完全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了。We can almost do anything with our phone, right? Okay, so...你一定会回答过这个问题啊，就别人问你在干什么的时候 What are you doing? 你一定回答过我在玩手机啊，我在滑手机啊。 So here comes the question. 这个滑手机、玩手机英文要怎么说呢？看完今天的视频你就知道了。很多同学在不知道怎么翻译的时候就会去 Google 一下，对不对？那我们也来 Google 一下吧。然后你就会发现啊，页面上出现了这两种结果。来，现在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这两种结果是错误的。首先第一个，滑手机Slide phone. Slide 它表示滑这个意思确实没有错啊，但是 slide phone 它是这个东西，这个叫滑盖手机啊，这个叫做 slide phone. 你滑手机的那个动作不可以这么说。第二个，玩手机 play cell phone. 很多同学想当然啊， play 它表示玩啊，所以玩手机就是 play my phone. No no no,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式英文表达啊。我们上次呢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讲解中式英文表达的，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搜索一下。 OK, 那我们说到 playPlay 它表示玩，它表示的是把玩、玩弄的意思。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动作啊叫做 play your phone。那我们把玩的不是手机本身，而是里面的 app, 对不对？比如你可以在 watch YouTube videos, you're watching Netflix, right? So you cannot say I am playing my phone, no. 诶，是不是发现好多翻译软件原来也这么拉胯啊？没有关系，关注早安英文，带你告别烂英文。所以大家啊，赶紧点击订阅关注吧。那错误的说法介绍完了啊。下次就不要再用了。现在我们来说一说正确的表达应该怎么说呢？ OK, number one, I am on my phone.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比如说别人问你在干嘛， What are you doing? 那你没在干嘛，就玩玩手机，你就可以说 Nothing, just on my phone. I'm just on my phone. 没干嘛呢，我就玩玩手机。这个句子的关键词啊，在 on。On 它表示的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比如我们说 on vacation 在度假， on business trip 在出差。所以呢 on my phone 意思就是你处于一个玩手机的状态，所以我们说的 I am on my phone 就可以表示我在玩手机，我在滑滑手机这个意思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 I am on my phone 也有我正在打电话的意思。 I am currently talking to someone using a telephone。 比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你呢在打电话，然后这个时候有人来找你帮个忙，你就可以说 Excuse me, I'm on my phone, could you give me a minute? 不好意思啊，我正在打电话，你能稍微等一下吗？ I am on my phone。 那我们表示玩手机这个含义的时候，如果你想把里面的这个玩字表达的更加的地道，更加的具体啊，我们啊其实在 on 的前面加一个词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想一下是加什么词啊，一二三，没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play。 Number two, I am playing on my phone. 诶，就有同学问啊，老师你刚刚不是说 play 它是表示把玩的意思吗？没错，那我们玩手机呢，玩的不是手机本身，而是里面的 app,对不对？比如说你可以刷刷视频啊，你可以玩玩游戏啊，或者使用一些其他的软件啊， play on 就很好的表达了你玩这些软件的意思。 I am playing on my phone。 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别人问你现在忙不忙， Are you busy? 那你就可以回答说 No, I'm just playing on my phone. Can I help? 我现在就玩玩手机呢，你需要帮助吗？那这个 I'm on my phone 和 I am playing on my phone 这两个表达呢，其实在大部分情况都是可以互换的，大家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啊。只要记住 I am on my phone 它还可以表示我在打电话这个意思。那记住这两个表达呢，其实已经可以解决 99% 的情况，我们在描述我在玩手机这个意思。但有些时候呢，我们拿着手机不一定是在看视频，在玩游戏，对不对？很多情况下你可能只是在查个邮件，你在回复一个信息，那这种情况我们要说我在玩手机好像就不太合适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也可以用一个表达
非常简单 You can simply just say I'm checking my phone I'm checking my phone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别人问你在干嘛 What are you doing? 那你可能呢只是看一下手机的邮件那你就可以说 Nothing, just checking my phone Check这个单词啊，大家非常熟悉，表示检查的意思。那我们检查手机，一般呢就是看一看里面的邮件，看一看里面的信息，所以也可以引申为在查看手机，在使用手机这个意思了。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checking my phone， 它指的不是长时间的盯着手机看，而是非常短的使用手机的这个时间。Check my phone。比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你在开会，那有人呢一直盯着手机看，你就可以说 You shouldn't。Check your phone all the time while other people are trying to talk to you. It's really rude. 当别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一直看手机，这样挺没礼貌的。所以啊，下次再说滑手机、玩手机这个表达的时候，不要再说 slide phone or play cell phone 了，因为 slide phone 它长这样 ，play cell phone 是这样。快把这两个表达从你的脑子里面扔掉啊！你需要记住的是 ，number one, I am on my phone. What are you doing?Nothing, I'm just on my phone. Number two, I am playing on my phone. Are you busy? No, I'm just playing on my phone. Do you need any help? Number three, 如果你只是看一下手机的邮件，查看一下信息，并且不是长时间的盯着看，你可以说 I am checking my phone. Are you busy?What are you doing? No, I'm not busy. I'm just checking my phone. Okay, 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了滑手机、玩手机的一系列表达。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哦。还有任何你想要学习的表达，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会在之后的视频里面呢详细给大家讲解。Ok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today's video. I'm Blair.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